Yeah! All right, don't worry about it. Wish we could use the bumpers. You don't want the bumpers. Life doesn't give you bumpers. We have a new student joining us today. Hey, dude. Welcome to the suck. So let me go. Mom. What do you want to be, Mason? What do you want to do? 大家好，欢迎收看《异想世界》，我是张凯英。《爱在系列三部曲》的导演本周推出新作《年少时代》。今天很高兴再度邀请到两位影评人张彦拓与杨元林为我们分享。首先为大家介绍元林，元林好，凯英好，大家好。那第二位是我们的彦拓，彦拓好，凯英好，大家好。《爱在系列三部曲》是大家心目当中很多人的心目当中的爱情电影神作，但是这一次他把就是焦点放到了一个小男孩的身上，所以元林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年少时代》的电影本事呢？说起来故事可以是非常复杂的。那我们透过这个男主角小男孩的十二年之间的变化，然后看到他的家庭，他的妈妈怎么样的跟的父亲离婚，然后离开搬家，然后再结婚，然后他自己也面临了人生中非常多不同的阶段，从一个小少年到高中生，甚至是自己也展开了不同的人生的阶段哦。其实这里我觉得我要跟大家很严重的要分享一个心得哦。大家刚刚看预告的时候有看到，就是说这是一个历时十二年拍摄完成的影片哦。我得要坦白，就是我在看这部片之前啊，都没有这方面的任何的一个资讯，所以我进去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哦，这导演怎么这么厉害？就是最厉害的部分就是这个选角的成功哦，怎么可以找到一个小男孩跟高中就少年可以长得这么像，然后这个调戏的部分也是哦，就是说伊森霍克啊，还有那个女主角也派翠西亚，他们就是说在不同人生的阶段真的都，我就觉得那个化妆的那个精湛程度真的很厉害哦，跟那个就是班杰明的奇幻旅程有得比哦，而且是更有写实感哦，不是那么魔幻的哦。那后来才发现哦，原来这个导演是花了十二年的时间慢慢的拍成，所以我们从那个小男孩到长大，从头到尾为什么会这么像？因为他根本就是同一个人。然后当然看的过程非常感动啊，他把很简单，就说起来复杂，但是也很简单的一个家庭、一个人生的故事，不止一个人啊，是一整个家庭的生命故事。在这么短的篇幅里面，用这么多看起来不经意的细节去堆垒堆积出来，然后带给你，或者是说应该说唤起我们对于自己生命或自己家庭问题的一些感动哦，这个部分已经很感动了。然后看了之后又发现啊，他真的是花了十二年的时间，每一年抽一点时间逼这些演员，这都还不是，就是小男孩可能还就是不是有名气的人可能还比较好瞧哦，那两个伊森霍克尤其现在已经是 大咖了哈、哦，就是要瞧来同一天，然后一起的完成一小段，等于透过这部电影，我觉得很有趣的，也开始去让我们打破了所谓剧情跟记录，然后影像的真实跟虚构之间的一种界限。元林刚刚已经点题了，这次就是 Richard Linklater 他用了一个前所未见的拍片的模式，彦拓要帮我们补充，对不对？我记得好几年前，其实 Linklater 他就有宣布说，其实他正在进行一个这样的计划，然后他已经拍了几年了，准备还要再拍几年之后才会结束。所以这部电影在推出之前，其实 也有不少人是早就已经等这个东西等很久了。是，但是我就是不用功的那种拍摄。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在看的时候，我在看的过程，你就觉得他很刻意的在提醒你这件事情，是因为他每一段他都会放进一些那个时代特有的，譬如那个小男孩小时候就在看七龙珠的卡通，然后譬如他在过程里面他玩什么，玩哪些电动玩具啊，那些是如果你对那些东西所造成风潮的那个时代很熟悉的话，你就会知道他其实是在里面放很多线索，在让你去计算那个时间的推进，包括像那个男生在跟他爸爸出去爬山的时候，就在跟他讨论说，怎么今年最酷的三部电影是《黑暗骑士》跟什么《Sucker Punch》跟什么什么什么等等。Sucker Punch。然后，所以这整个计划呢，是他从
Linklater 从2002年开始到2013年，他前后就是跨了12年。他自己讲说他就是很想要拍小男生，他觉得一个男孩或者其实就是一个孩子在一生里面可能那个变化最剧烈的一段时间，就是从他的6岁到他18岁离家要去念大学的这一段时间。那但是当然就像刚刚袁玲也有提到，这个故事也不只在讲这个小男孩而已，也包括讲他的家庭，包括扩张到他的人际关系，还有他的家庭父母的婚姻状况等等的这些东西。当初他们一开始决定要拍这个片的时候，第一个他没有办法跟这些演员们签约，因为美国有这么个法律规定说你不能任何工作你不能签约超过不知道7年还是7年半之类的，所以一个12年的约是没有办法签的。那包括譬如像这整个故事他其实是一边拍然后才一边写，他的剧本其实在最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后面的故事的。所以反过头来看呢，你会发现这些角色他们每一年因为他们都有一个不一样的样貌，但是那个样貌他们都很自然。那我想这就是一个这个导演他在这个小男生6岁的时候，他不可能去想象说他到15岁的时候这个男生会是什么样的气质，所以当然他就不可能在一开始就先去写定说这个男孩他长大之后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所以这整个这是一部虽然他仍然是一个戏剧，但是你有点难去区分他到底是戏剧还是纪录片了，因为这个戏的本身往哪里走其实一定就是跟这些演员们他们每年一度要碰在一起也许1-2个礼拜然后去拍一部分的戏，然后明年再见，然后每一年他们变成什么样子，然后所以相对的剧中的角色要变成什么样子的这个创作跟真实互相影响的这个过程的确是非常有趣。那另一方面当然我觉得电影公司本身也是很有勇气的，因为据说他们电影公司最一开始就是绿灯放行的时候就是同意说好我给你每年好像$20万的预算，他就跟这个导演讲好说他这12年里面片商完全不干涉你拍出什么样的东西，他也没有去问说你现在拍的怎么样啊，什么都没有，就是一直到最后成品出来。但最后的确你真的去看了年少时代之后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叙事很一致的，而且到最后真的都成了一个很完整的成长故事也好家庭故事也好的一个真的有他想要讲的东西的故事，而不是只是随波逐流随着时间而去做一个客观的而没有一个同整性的记录而已。所以我觉得这的确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拍摄计划，那也绝对是前无古人，而且我相信也不太有什么后人可以在现在这个时候还想去做这样的事情，毕竟已经有人做。后人再拍也就食鸦会了。对，而且你的鸦会还要12年后人家才看得到。才看得到，然后人家就说太久。10年前就已经有人做过，你10年后再做这样会不会太久了一点？是这样。它绝对是一个阐述爱情的不同阶段的一个很完美的三部曲，爱在的这个三部曲，那3个状态其实一开始就确定了，我有点被他耍了的那种感觉。这也是其实我经常看他的电影都有一种被耍的感觉。这个导演啊，就是说理查林克莱特啊，他一向以来好像也都是很喜欢这样啊，就是用一种不一样的方式去尝试拍摄，比如说大家说的那个神作三部曲啊，就爱在黎明破晓时，爱在日落巴黎时，爱在午夜希腊时，耶，我完整的念出来，我觉得这比绕口令还要难哦。那我个人很喜欢，但是我虽然没有像大家把这三部曲推崇的这么神作，但是大家如果知道的时候，他当初在拍第一部曲的时候，就是用一个基本的设定，然后找2位演员，就是那时候的朱莉迪尔跟伊森霍克。伊森霍克那时候还没这么红，所以才能够这样闹那样子啊，然后一起来参与，然后就是展开一趟所谓的火车旅行。那中间很多的对白、很多的对话都来自2位演员自己的对话，所以有点真的也是有点是半纪录片或者是半即兴的方式来完成了这样子的一部作品。到了后面的2部，尤其也慢慢的延续，他们给就是导演给了2位演员差不多的设定，但是很多的部分、很多精彩的对话其实是来自于2位演员等于要挖自己的内在女性或男性的那一面，
对于爱情观，对于人生观，然后在荧幕上做出了一种火花。那回到这部《年少时代》，我觉得也是，就是说，这当然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一种拍摄方式。但是就像我们说，就是形式跟内容的一种互相决定论哦。我觉得理查林克莱特他很厉害的一点也是，就是他每次在拍摄的时候，几乎都是你可以看到他很清楚的在思考他的拍摄形式如何的去呈现，或者是如何的去决定了他的拍摄内容。像这部片也是，就是说，很精彩的部分是那个十二年，但是对我来讲，很迷人的部分也在于那个十二年，不只是我们看到了一个虚构的故事，怎么样透过真实的时间在演员身上的流逝而有了怎么样的展现，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我看到后来，哎，伊森霍克，哎，怎么就是有皱纹，然后就是那个成熟的那个部分啊。慢慢的也在荧幕上展现了，那他不同阶段的状态在电影里面也变成好像是被导演截取下来、采集下来，变成影像的一部分了。嗯，这么多年来终于找到不是《爱在三部曲》的纯正影迷，所以燕兔有没有要对他说什么的？他真的不是那么神呐、啊，真的。真的哈，我就要站在完全正方的那个态度去看，因为对我而言，男生都很喜欢。对，我觉得这也许也是一个可能性，就是虽然最一开始介绍我看这个系列的，反而是个国中的时候吧，一个女同学跟我讲，然后我常常在其他场合开玩笑说，那个时代我还不太看电影，尤其不知道《爱在黎明破晓时》是什么，所以最一开始听到这个片名，还以为它是就是战场上，然后在那个就是壕沟里面，然后什么黎明破晓啊什么之类的那种谈恋爱的那种。我相信看电影的还是会分成无感完全无感的，跟一看就完全着迷上的人。那无感的人是因为很多人看电影是要看剧情的，对，很多人看电影是要看场景的，嗯，很多人看电影是要看有很多角色的。对我而言，这整个系列的从一段恋情的开始到一段恋情的重燃到一段恋情的维持的困难的这样的东西，就我一个男生的角度把它当作是一个爱情的圣经，或者说这是一个我最能够说服我的描述完美爱情或者说描述爱情的本质的东西，是在于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演员魅力很重要，就是朱莉迪尔跟伊森霍克两个人，第一他们非常，我相信他们演出来这个角色跟他们自己，即使他们一再否认说我们只是在演而已，骗人本人，但是我觉得再怎么样，我觉得至少都有70%的重合，而且这两个人他们不可否认是他们非常非常有化学，那个化学火花是非常强的，所以当他们在对话的时候的那个戏外是老朋友，然后戏内是老情侣的那种那个东西，我觉得是非常迷人。另外一点就是刚刚所讲到的这个系列的那种不断在对话的那个形式，你就是被那种不断在讲话的那个爱情形式也好，或者是人跟人的形式也好，你应该是对那个东西很有共鸣的。嗯，因为譬如我自己，我就是一个很爱讲话的人，所以。显然嘛，所以我们今天才会坐在这里。但是对我而言，我的确相信说，透过讲话这件事情，是大量的讲话、高密度的讲话，然后没有客套，而是很自在的讲话，的确是人跟人可以，不管是在认识的过程里面可以了解彼此，或者是在爱情的萌芽的阶段呢，可以去叠造那个火花。那再加上，也许到了一段关系的维持，当你进入要维持的阶段之后呢，你彼此有什么话说出来，彼此进行沟通，所以这会是为什么我觉得，至少对我而言，我觉得这是这一个系列完全不可取代的一个重要性。嗯，好，可是我就是觉得，就是我其实真的不是那么不喜欢这三部片，就像就是去巴黎的第一件事。就一定要去莎士比亚书店，而且死都要在那边，就是明明英文书看的不太多啊，死都要找一本英文书来买，然后来盖个章啊，什么留作纪念那样子啊。其实我会觉得它真的很好，很棒，它绝对是一个阐述爱情的不同阶段的一个很完美的三部曲。可是
就某一个部分来讲，我也觉得就是彦拓觉得刚刚说那个对话的部分，我反而觉得那个对话部分是让我觉得抽离跟疏离的了，反而是那个对话就是说当然那个对话非常的精彩，我得要说就如果不是这两位演员，不是这个导演的导戏的功力让这两个演员有这么大的空间，就即使是这么有，你经常会发现很多片明明看得到演员有 chemistry， 可是影像出来的那个戏的感觉就是不迷人。嗯，那这还是回到导演的厉害的地方。我相信就是尤其是回到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年少时代也是，就是说他对于人的掌握，尤其是人际之间的那个戏的掌握是非常厉害的。嗯，而且他不是那种很典型很 drama 的那样子的一个掌握，是放回到自然然后放回生活的那样子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是更难的。嗯，就是说明明在拍剧情片，但是要用一种趋近记录真实的方式去掌握演员跟人。哦，对。但是爱在的这个三部曲对我来讲也在于就是说他放了很多空间让这两个演员自由的对话，但是那个对白到对后到最后对我来讲都是无效而无意义的了。那三个状态其实一开始就确定了，我有点被他耍了的那种感觉。这也是其实我经常看他的电影都有一种被耍的感觉。哦，就是说像这部年少时代也是看之前进去然后不知道，就觉得哦好厉害哦，怎么可以选角选得这么厉害，出来才发现啊搞半天根本同一个人那样子。然后像他之前的那个什么有一部动画片心机扫描啊，然后就是我去看的时候就据说是什么小罗伯道尼啊什么去看，然后才发现就是怎么这个形象在视觉上这么的奇特，动画跟真人之间的那个界限这么的奇特。后来还发现根本就是先实拍了再根据人的影像去描绘出来。哦，他是一个很厉害很会算计的导演，但表面上又会是啊，我一切放诸自然，这种人其实还真是蛮奸诈的耶。小男生在他应该大约也还是大概国中年纪而已，然后跟另外一个只出现那一幕的一个小女生，两个人骑着单车，然后从走一趟远远的路，然后那场戏好几分钟，然后两个人从头到尾对话，连这两个小朋友你都可以让他们那么自然的讲那一大串的话，那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回到年少时代，所以袁玲的话，你会怎么样推荐年少时代呢？其实你还是喜欢的吗？看这部片很厉害的一个部分，就是说，不管你事前知道或不知道，其实你都看到了一个十多年的生命的发展。然后我觉得知道啊，这是一个真人演出，真人的十二年的这样子的拍摄计划，当然会更加深你对于那个生命的感动啊，因为它真的是像是就像刚刚彦拓说，就是《爱在》的第二部系列其实是 real time， 这部片从某个角度来讲，它其实也是 real time 的去抓住了十二年，去截取了这十二年的这所有人里面参与的计划的所有人的生命成长。对，我甚至觉得导演自己的生命在这十二年中的变化也都反映在这部片里面，到后来就越来越给你一种他会怎么走你不知道，但是那也变得让你最感动的一个部分了，就是说生命真的也就是这样，你会碰到谁做什么样的决定，今天开了这扇门你赶上这班车你可能就遇到谁，但你如果错过这班车，你的你遇到的可能是另外一个人生，那所有的机缘都在这部片里面，你好像看到了一种无限的可能性，但是也都浓缩在里面。那个回复生命本质的这个部分是非常迷人的，然后甚至是对照戏里戏外啊，就是说剧中角色跟实际演员的那个生命的浓缩啊，我真的觉得就是不要讲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啦，这次我只能说我真的心服口服啊，被他耍我也甘愿。很开心的被耍了，这样。当然我也是十分满意的，那因为这部片里面也有很多对话，然后也有很多场景。100分不止10分。尤其我觉得我记得其中有一幕是小男生在他应该大约也还是大概国中年纪而已，然后跟另外一个只出现那一幕的一个小女生，两个人骑着单车，然后从走一趟远远的路，然后那场戏好几分钟，然后两个人从头到尾对话。我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塞，你不只可以指导像伊森霍克跟
朱莉迪的那种专业演员讲一大串的话，连这两个小朋友你都可以让他们那么自然的讲那一大串的话，那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当然在电影里面也有很多，包括男主角跟他的女朋友啦，然后还有包括像他跟伊森霍克跟他父亲好几场的对话，然后你就可以感觉得到这个导演他再度又要在他的电影里面放进去那种，就是里面的人物不只是就是要有点文青的讨论一些有点文青的话题，人生啊，然后什么艺术怎样啊，然后人的自觉啊什么等等的这些东西，你可以很明显看得出他要让他的演员们去讲这样的东西，或者是对他而言，当里面的角色有办法讲出这样的东西的时候，你就可以感觉到这个导演对人物的价值偏好是什么的，他喜欢的是什么样的人。那再回过头来讲，在整个手法的部分，我觉得年少时代我在看之前，因为明知它的形式如此，所以在看之前我最担心的东西跟在看的过程中发现并没有发生的，其实是那个一年一年的切换的那个断裂的东西是没有，是它是没有断裂的，它是很顺的，甚至有时候会一个画面过去了，然后这个男生可能只长了一岁，然后发型没有差很多，所以我甚至要再多认真注意一下才发现说，哦，的确这里其实已经切换了一年这样子。那也因由此就回过头来，当我身为一个过去对这个导演或者他的手法了解也好熟悉也好，是在爱情这个主题上面，对，那一口气来到年少时代，变成你看到的是青春期，你看到的是少年的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会遇到的各式各样的烦恼，学业也好啦，同侪也好啦，亲情也好啦，爱情也好，那也包括自己的未来想要成为，刚预告片讲你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在那一个对自己的才华跟定位的拿捏等等的这么多东西，然后再融入刚刚袁宁要提醒的家庭啊，然后甚至他的家庭是一个也算是很有戏的一个家庭，那他的母亲有不同的样貌，然后他的父亲，他跟他父亲的关系，那甚至是他的面对几个继父，然后在跟每一个继父的相处里面都有一个父权要掌控他，然后彼此有一个冲突的张力，然后你看到一个你也透过那些父亲的形象，你也看到说，哎，一个原本刚年轻的时候会看起来会是什么样的男人，然后也许过了几年他会有一个什么样，完全因为家庭这件事情也带给那一些年他们的中年时代，他们的壮年时代，然后也有一个不一样的时间的痕迹。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你在看的时候，这部电影虽然很长，但你在看的时候因为它是很节制的，它是没那么戏剧性的，所以你在看的时候觉得云淡风轻，但是实际上回过头来看你会发现他也透过这一个很特殊的形式去浓缩了非常多的东西在里面，所以也的确是一部绝对也值得再多看几次的电影。是，今天非常感谢袁宁跟燕拓帮我们分享《年少时代》，谢谢两位，谢谢。Shouldn't you guys be up? Does anyone know where the diapers are? I'm in for a razor, honey. Sorry. Hey man, guys are ready for you.Here you go. First, we thought it was a little weird that you even applied for this job because we're pretty young and you're older. Space is all green. It's not poisonous. I don't think it's poisonous. I'll be your driving examiner. It's my girlfriend probably wants to start prom. We never answer the phone when I'm driving. Proms don't happen every day. Hey, Celia. Put the phone down. You tricked me. Get out.I don't think he passed. Stay is so cursed. You're not passing the blame on this one. It was her fault. I don't feel the problem for anyone. Stop! I think that you just gotta have the bad days so you can love the good days even more. Trust me, I would know.